见多识广，号称演艺圈写哲青。文学流派魔幻写实主义是经由拉丁美洲还是英国文学兴起的？拉丁美洲，为什么不在英国？魔幻写实主义这个系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者，所以他带动了这样一个。那个作者是谁？不记得了，好像是昆德拉。哇，你真是活字典啊！你真是演艺圈的谢哲青啊！不是，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